那个人挺喜欢你的花的，真的？他决定给你20万。20万？这不太可能吧？人家是有条件的。什么条件？让你给他再花9幅。那就是10幅画，20000一幅，这也差不多。那他有什么要求吗？ 这人也太奇怪了吧！我能见见他吗？那你说我应该做吗？你自己决定啊。我做。 我喝酒了，你喝酒了？我委屈，思雨，我真的好委屈。我告诉你，我要和那个，我要和那个婊子离婚。那是你的事。思雨，我要娶你，我真的要娶你，思雨，思雨，思雨。